多人说，中学时期是人生中最快乐、最热血、最青春的时光。中学那一年，我们 Form 5，也就是中学的最后一年。那一年，我们将要面对 SBM。那一年，我们会有喜欢的人。那一年，我们都会去抄别人的功课。那一年，我们都可以常常和好朋友聚在一起，一起玩，一起闹。那一年，我们第一次考到驾照。不会也不远，顺路顺路。那一年，我们都有可能被选中，当兵。上个星期给你们的功课，谁没有做到，站起来。衣服给我塞进去。为什么功课没有做？老师，我没有来，我不懂有功课。不懂有功课不会打电话问同学。我有打了，他们不要借我电话。不要借口多多，你跟我出去外面站着做。你呢？老师，我有做，可是我没有带。没有做就没有做，什么没有带，借口多多。你也是跟我到外面站着做。你哇，有吗？前面国语，中间十三，后面数学，哇，你一本不止三个科咩？哎，没有错了嘛，每年不止用不完，所以我 all in one 啊，又不要带很多书本嘛，书包又轻啊。哇，你是赶住我？哎，田丽莎，怎么你每次来学校都睡觉的？累嘛。我在家里睡，又来学校睡。叫你们站在外面做功课，不是聊天。那一年，我们因为一起没有做功课，而一起被罚站在外。卡卡放学了，一起走啦！哎，你很烦呢，你没有看到卡卡一点都不想理你的吗？你又不是他，你又懂。哎，喜欢一个人就要给他一点自由的空间的嘛。哦，对，喜欢一个人就要给他自由空间。嗯，我们不要理他了，我们走了。拜拜，要想我，明天见。呜，那一年，有女朋友的男生，放学都会跟女朋友一起走。哎，叫宝贝，你有没有中大杯？没有啊，你不要跟我讲你中啊。哎，要讲啊，他讲都险了。啊，真的中啊。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我们人社当兵才三个月而已。你看人家台湾、新加坡当兵两年呢，三个月很快过去的啦。三个月是不长啦，但是我还是会想你的嘛。放心啦，放心啦，我会等你的嘛。哎，看到手不是看你光头了？喂，是不是很开心哦？我觉得卡卡越来越美了哦，我越来越喜欢她了哦，我觉得我们越来越有机会了哦。要头脑烧啊是吗？女人家喜欢你咩？是咯，有病就要去医，你可以去韩国医。哎，什么不喜欢我？多哥讲什么嘛？他讲两个人在一起就要给彼此一些私人的空间。你看他暗示我啊！哇，真的吗？每次都包都泡了。哎，真的真的，这是真的了。哎，讲真的啦，你们觉得我会帅吗？我老喂，女人你很帅啊！你脸像大便呢？哇，我真大便脸像大便了。哎哎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我老妈这样讲哦，就代表你可能有机会了吗？当然啦。我要努力了，卡卡！就让我们迎着风飞向天边，让青春停在这瞬间。还记得那天，我们一起写下。
每天这样就好了。只要你要，一定可以的。哎，要是点滴在，一定更好玩啊。可是不管怎么每次约啊，他都很少会跟我们出来的。是吗？就是哦，奇怪啊。今年是我们中学的最后一年了，毕业过后你们有什么打算？我暂时还没想要读什么嘞，没有方向。可是你不是有中当兵吗？你女朋友没有讲啊？是没有怎样啦，但是我还是会担心咯。担心什么？你怕跟人家跑呗？大勇，不用担心了，是你的就是你的。对啦，香卡卡是我的就是我的。至于我啊，我要当一个大大的老板，越大越好。每天发什么白日梦啊你？是。哎，向进，叫你啊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读电脑科系。哎，你们就好了，能够读自己想读的。怎么了？你爸爸是医生，你妈咪我是护士，我们全家都是念医学的，你当然也要念医学啊。医生？可是我想读 Hotel Management。 什么 Hotel Management？ 读这科没有前途的啦，读医生对你的将来比较好，收入比较高，比较稳。到底是收入高重要还是医病人重要？两个都很重要，妈咪要你念这一科也是为了你好。是我对这科没有兴趣，为什么一定要我选这科？难道我就不能选自己想选的吗？总之我会帮你安排好一切，快点吃饭，饭菜都凉。就这样咯，我还能够怎样？哇，怎么你妈妈这样坏的？你都长这么大了，哪里可以帮你做选择？哇，有时候我们选择不了我们想要的选择。那就不一定，我个人认为呢，我选择了卡卡，卡卡也选择了我。你再找一个机会跟你妈妈讲一下，或许就还可能。希望哦。好了，不要这样不开心，开心一点。嗯。哦，卡卡，什么？下课了，肚子饿了吗？肚子饿不管你屁事啊！当然不管我屁事了，不关我的事吗？你讲话就讲话，你这么左一下右一下很烦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不是，我昨天看一本小说，里面写女人都很喜欢神秘感，我有没有很神秘？神秘？神经就啊！走开啊你！大勇啊，下课了，要不要一起去餐厅？不要啦，你们继续吃啊，我要去找女朋友。哎呀，有女朋友就这样啦。没关系咯，这样你去咯，我们这一次咯，是这样好了咯。你有错的吗？好啦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走了走了，我们去吃。那一年，有女朋友的男生，下课都会去找女朋友。拿出你们的 MS 课本。哎，我是没有带课本，怎么办？我有带吗？我们一起学喽。不能啦，你也知道那老师 Battle 一定会骂的。也是哦。阿凯，是不是在骂？是。课本借一下啦。没有带课本的，给我站起来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借一下就是。哎，老师教课本啊，没有带哦。来上课当然要带课本啦。问废话，没有吗？我忘记吗？不要跟我借口多多，你跟我站着上课。嘿 ，sorry 啊，顶到你们。还有谁没有带的跟我站起来？你做雕啊！跟你讲，这个是最后一次了。阿凯，怎么连你也没有带？哎呀，老师，人是会忘记的嘛。你现在不是会在藤条？你是要给我用藤条打哈？啊 ，sorry， 阿凯。
你是一个好学生，不要参太多那种吊儿郎当的朋友。哦。哎，这个课本是罗伦的。是吗？恶心哦！我看我还是把课本还给他啦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看他人都占了，书又借给别人，你不要给他白占啦。也对不？谁像平时先打，给他哥拿一下。好，今天就教到这里，下课。哎，罗伦，不错哦，会做人啊，加分加分。啊，需要你教哎，啊，啊。哇老，怎么学校功课这样多的？哎呦，这题怎样做啊？卡卡，卡卡，啊，你这么发呆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有啦，我只是在想，今天好像害到阿凯了耶。啊？你怎么会害到阿凯嘞？他今天有跟你接触吗？就是那臭罗伦啦，他竟然把阿凯的课文丢给我。害到跟阿凯罚站一整节，罗凯老师对阿凯又有一点失望，好像是我间接害到他哎。啊，原来罗伦是把阿凯的课本拿给你的，我还以为那个课本是他自己的嘞，害我还对他印象加分。啊，他真的很过分呢。唉，我真是很内疚啊。不然这样啦，明天你找个机会在学校跟他讲 sorry 咯。嗯，再看啦。嗯。那好了，宝贝啊，你说晚点就好了，反正我课时都要到的。OK 了，这样我等下下课再去找你哦。嗯 ，OK 可以。OK 啊，等下见。拜拜。拜。哎，小爱。你也不会当时，大勇，为什么今天这样迟才到？哎呀，睡死回去。哎，林立秀有没有来学校了？是这样的啦，他不是没有来，就是来学校睡觉。也对啦。阿凯。嘿，卡卡找我吗？找我就叫我嘛，不需要麻烦阿凯吗？你静静可以吗？阿凯。谢谢你昨天的课本，对不起，害了你被老师骂还罚站。哦，没有关系啊，都过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应该谢谢我嘞，是我把书寄给你，然后我就自动罚站，还给老师骂，还被骂到这样惨啊。那是你活该，我都还没有讲你，拜托你啦，自己要罚站的话，不要连累人家可以吗？还把人家课本丢给我。害得我现在很内疚，你不应该这样做的。我只是怕你被老师罚站嘛，我本来也要想借给你我的，只是那时候我也没有带。没有带就一起站啊，没有必要牵连到阿凯的。哦，原来你想跟我一起站啊！哎呀，你早点讲嘛，阿凯昨天委屈你了。真的是没有看过像你这样不要脸的人啊！我不要跟你讲话，拜拜。那一年，我们最期待的课是体育课。就让我们迎着风飞向天边，青春停在这瞬间。没有，是吗？阿凯，去拿水给我们喝下。
哎，你怎么了？刚刚跑步的时候脚不小心扭到了。叫你的朋友红林呢？他去跟老师报告说我受伤了。哦，那这样会痛吗？嗯。给我看。你要忍一下哦，会有点痛。好一点了吗？嗯，比较好了。应该没有什么严重，等老师来了还会带你去保健室，然后再过一个几天你应该就 OK 了。嗯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嗯， OK， 拜拜。What？卡卡受伤了，不能不能，我要去关心他了啊！是惊啊！哎，我来接，我来。我老叫你拿水拿这小瓶。我买给你，你还嫌弃啊？渴渴，买水买水买水。老子给我们跑上多圈。做梦，你宝贝。没有。你是不是有话要讲？没有啊，你快点吃啊。哦、OK， 我先去锻炼了。什么话想要跟我讲？有啊有啊，今天我们班上老师给我们考 quiz 的时候，有一题我粗心到差一点拿满分，讨厌。嗯，宝贝啊，除了这个，你没有别的要跟我讲啊？没有啊，周末你好像怪怪的。宝贝啊，到时我去当兵3个月，你会不会很想我？当然会啊。可是我不在的这3个月。我们的感情会不会有第三者介入？当然不会啊，你怎么会这样想的？我们都在一起1年多了。可是我最近一直看到你跟你的同班同学阿肯走得很近呢。不会吧，你觉得我对他有意思？不是不是，是我觉得他好像对你有意思。我们只是普通朋友罢了哦。可是以我们男生的立场来看啦，我觉得他好像想要追你嘞。好了啦，你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？我跟他是不可能的。不是我要想那么多，是我看到你刚刚的 message， 我总觉得他好像要追你嘞，所以我才担心啊。你这么偷看我电话，你知道你很不尊重我的隐私吗？哎，我是你男朋友嘞，我不会看你电话咩？
周末，还是你怕我看到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那么无理取闹？我就是不要告诉你，就害怕你现在这个样子。哎，就是因为你不要跟我讲，我现在才会这个样子。我宁愿你跟我讲真话，也不要隐瞒我。重点是我跟他只是同班同学，普通朋友，公共上的朋友而已。你有变那么大反应吗？总之，你不要再一直跟他 message 了。哎，你真的很胡闹哎！难道你有可以自己的朋友，难道我不可以有吗？哎，重点是他有真的想要把你当成朋友吗？算了，我不想跟你讲，我要回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你在干嘛？你不要再靠近我女朋友了！你发什么神经？你给我记住！你 OK 吗？我 OK， 没事。没有错的吗？我也不是在乎他，难道我会无理取闹吗？是没错，但是你们之间的感情会不会有点缺乏信任？我是相信我女朋友，但是我不相信我女朋友的朋友。对吗？男人就是野兽。得到你过后就是禽兽，像你讲我是禽兽啦，这个情况不一样，他是禽兽，你是怪兽，哎，不是，你是忍兽，他知道你女朋友有你了，他要靠你女朋友啊。虽然他好像有追你女朋友，但是你女朋友没有给他靠到吗？没有哈，不是没有给他追到吗？是还没给他追到你啊。等下带我去当兵三个月，哼，那个男的趁人之危呀、啊。喂，我叫你们做功课，为什么在后面闲聊？说你啦，我边讲边做吗？我叫你们做功课就做功课，不要废话那么多。看来一整节要听他啰嗦。如果你们的父母看到你们这个样子，你们知道有多心疼吗？今年啊，你们要考 SPM 对你们来说有多重要？如果 SPM 都考不好，以后大学怎么考？文凭怎么考？都考不好，以后出来社会要怎么立足？出来倒垃圾，还是在咖啡店洗碗呢？老师，倒垃圾洗碗有什么不好？至少这也是为社会出一份力吗？是的，不然下垃圾谁帮你倒？对啊，老师，你不敢看不起做这份工作的嘞？就是啊，我没有看不起啊。OK， 就算我没有看不起，社会大众也会看不起。你们现在有书念，不好好去念，将来做辛苦的工作，到头来辛苦的还是自己。你们平时的功课考得这么差，难道就不会觉得羞耻吗？辣妹，我有 pass 哈。pass 而已。难道不想考更好的 ？Pass 就够了。老师，做人不要太贪心 ，Pass 也不错嘛，至少没有 fail。做人的确不用太贪心，但是也要有上进心。你们这样的态度，怎样考得好成绩，将来怎样成功？老师，成绩不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未来是否能够成功吗？是哦，考八十分是 A， 考九十分也是 A， 考九十分是 pass， 考四十分也是 pass 吗？不都一样？你还敢顶嘴啊？平时成绩已经这么差了，还时常不来上课。来上课也是在后面睡觉，每天没有心读书，干脆停学，不要浪费你父母的钱。老师，你什么都不懂，只会用成绩来定义一个人。有些人有的选择，可是我没有的选择，我只有靠自己。你靠自己什么？你现在有什么本事？你不好好用心读书，将来真的要去倒垃圾洗碗吗？倒垃圾洗碗有什么错？反正错是你这种狗眼看低的老师。你太过分了啦！喂，你也要去哪里？你也要造反啊？ Dennis， 等一下，既然老师这样讲我们，他是有不对啦，干嘛你反应这样大、啊？你不懂了啦，快回去班上啦！我不要你因为我被 demerit， 要重视一起重啦，大家想 brother， 随便你啊！真的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放学？没有啊，学校早放啊你。嗯。你去休息啊，我帮你洗碗去啊。不用，你帮老板拿食物给顾客。原来你每次在班上睡觉，整天都没有精神，不然就是没有来学校上课。然后每次约你出来，你都很少会跟我们出来玩，就是因为你要跟你妈妈一起打工。嗯，我的家里环境不是很好，
在我还没有出事之前，我的爸爸就跟别的女人跑了。我的妈妈没有学历，只好做一些苦工来养大我。现在我长大了，当然是希望能够帮妈妈分担一些苦。两个人做，两个工钱嘛。难怪刚才老师一讲到希望不好，你的反应就这样大。干嘛你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讲你的事情？告诉你们有什么用？难道要你们同情我妹？怎么你没这样想哦？我们大家都是 brother， 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吗？你有困难，我们当然一定帮你啦。你们能够帮我什么？难道每个月捐钱给我妹？其实刚才老师说的也是为我们好，要我们努力读书，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。只可惜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选择自己要的生活环境。有时，不是我们选择人生，而是人生选择我们。我没事，我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长大，我都习惯了。我很坚强的。你这样讲，我就放心好了。哎，以后不管你什么困难，就跟我们讲啊，我们一定帮你啊。知道了，你要不要快点回去？等下又在种 demerit。哎呀，都没有差了啦。那一年，我们因为一起逃课而被记大过。那一年，我们会到朋友的家过夜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女人啊，再忙也要记得保养，不然皮肤都干了呢。真的真的，说真的，我们一起敷面膜真的很爽啊。哇，那天天你是感觉哦，平时看啊，累累没有精神那样，发脾气起来啊，哇，像一条龙娘啊，哇，吓死宝宝我了。其实我也蛮同情他啦，他也不想生在这样的环境下。虽然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人生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我们的人生。嗯，其实我还蛮欣赏他的，他很坚强，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。哇，舒服。卡卡，卡卡，卡卡，嗯，你做什么在那边发呆？没有啦，只是在想一些事情。啊，什么事哦？哎，红玲，嗯，我问你啊，嗯，你觉得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哦？哎，干嘛问这样的问题？难道你有喜欢的人了啊？没有啦。怎么可能？我只是好奇你嘛，因为我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，所以我不懂那种感觉。来来来，我来告诉你，喜欢一个人呢，现在就会一直想着他咯。是哦。然后呢？当他做错的时候，你不会怪他，他会给你一种莫名的安全感。当你看着他的眼神的时候，你的心跳会加快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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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还有，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去问朋友，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？哎，你给我老老实实讲啊，你到底喜欢谁？我就讲没有了。你不讲是吗？真的没有喜欢的人哦，问下不可以吗？你没有，你问来做嘛？真的没有。你们放学要不要一起留下来温习功课 ？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我也 OK 啊，这样 OK 咯。哎，罗伦，你要吗？不用啊，还有很久，你紧张什么？我们早上这么早来学校上课，
不要休假，当然是休假啦。你是够懒惰哦。没有错的嘛。很闲呢，怎么一天到晚都在考试的？哎呀，不要这样啦，要不等下留校一起温习哦。OK 了，我不能了，不能了，不能了！我要看完回啊！啊，这么快？我看我也不行啊，我要回啊！啊，你也是？好了好了，你们先回喽。耶、yeah.。我再温习一下就回了哦。这样 OK 了，我们先回好了。这样 OK 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。卡卡，我觉得很累哦，我要回去先哦。这样快，要不要多读一下？我真的很累，我真的白打喊了，我真的不顶了，我需要回家。OK， 叫你先回啦。小丽啊，叫你自己加油了哈，拜拜。拜拜。这一题啊，这一题就是像这边 s 减上 s 等于五 over four 减二 s 吗？那把这个八减上 s 搬过来，啊，上 s 搬过去，这个搬过来，这样子，所以我这样教你听得懂。明白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像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可以过来问我了，我就坐在你的对面。嗯。OK。好，加油。阿凯，哈，你可以教我这题吗？可以。今天我们一起温习的事情。可不可以不要告诉我了？为什么？你也知道他性格，如果你跟他讲，他又会烦着我，要跟我一起温习，我不想他烦我。嗯，好吧，谢谢。有多少像我们如此契合？三年过去的是为我画上几笔放肆的快乐，第一次踏进教室那份青涩我们都记得，熟悉了脸孔变成朋友，相约到永久，一直以来在同个时间听着相同的钟声，直到现在相信着，就算天塌下来也坚持着自己的选择，从今以后从不同的起点踏上不同旅程，再次一起仰望的天空下，哦哦，第一次踏进教室那份青涩我们都记得，熟悉了
坚持着自己的选择，从今以后从不同的起点踏上不同路程，带着你一起仰望的天空下各自闪耀。哎，终于考完了，可是有点难嘞。是哦，真的很难嘞。OK， 你去做吧。不会啊，有点难啊。每次都这样讲，成绩又考这样好，出来话不会信的。哎，你们这个拜六得不得空？有啊，得空啊。是这样的，这个拜六是我们卡卡小姐的生日会，所以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庆祝 ，OK 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了，最近太努力读书。不过那天我会给你一个难忘的生日会。这样 OK 喽，我们这星期又见喽。但是 Dennis 可以去吗？OK 啊。哇，我看你是有女孩子才去啊。是哦，每次叫你出都不能出啊，现在女孩子叫你出你又能出。没有啦，不要乱讲啦。这样 OK 了，我们拜六见哦。OK 了，这样我们星期六见哦。拜拜。拜拜。两次哦，我第一次烤肉吗？不会要吗？你连烤肉都不会，以后怎样追女孩子哦？会烤肉一定有女生喜欢吗？也对啦，就算你会烤肉，应该也没有人喜欢你。哎，罗罗呢？是哦，这么迟还没有来。哎，食物好了了，快点过来吃。好 ，OK， 走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喂，悠悠，你做梦？你打扮到这样扮小丑哎！卡卡，生日快乐！在这里，除了想跟你说声生日快乐，同时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。好啦，你的白灯可以不要多过白明灯嘛。我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。认识你那么久，从捧万到捧败，我都觉得不是偶然的，乃是一种缘分。自从认识了你，我才懂什么叫做爱。If I know what love is, it's because of you. 所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安静。听我说，喂，你可以直接讲重点吗？嘘，安静。我说了，我喜欢你，很喜欢你，真的很喜欢你。喂，不要玩嘞！我没有玩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我知道你对我是有感觉的，我们在一起吧。那你听清楚了，我不喜欢你。什么？你喜欢我？我说我不喜欢你。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，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。我说我不喜欢你，我不会喜欢你，我不可能喜欢你，更不要以为我喜欢你。喂，过来了，都飞了，下台下台。生日快乐。我先走了。喂，罗伦，你 OK 吗？待站在原地，还在想你，可能会回头。喂，你真的 OK 吗？滔滔地说你发生的所有，后面总。你不 OK 要讲哦。是最好朋友，只默默
头微笑带过，不让你安慰我。哇，他是够坚强哦。怕说出口就一无所有，能不能这样就好，当最重要只是朋友也好，就停在转角看你微笑，世界不再单调。能不能这样就好，别太计较，时间帮我忘掉，不想你知道我多难熬，再做你的依靠。我想要这样就好，但最重要只是朋友也好，就停在转角看你微笑，世界不再单调，一个人拥抱。可能会失败嘞，该讲的东西我都讲了，没有理由他拒绝我。哎呀，该不会我没有送他生日礼物？不可能，我就是他最好的生日礼物吗？一定有什么问题的，该不会有什么苦衷？不能不能不能，我一定要好好切清楚，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坚强哦。Hello， 宝贝。啊？等下见。啊、oh ，OK。嗯，拜拜。哎，宝贝，好久没有看到你了。嗯。既然你考试讲呢，应该 OK 哦。你成绩每次都这样好的。嗯。这样 OK 了。哎，对啊，我打算和我朋友 S 班过后一起去毕业旅行，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啦。不了。周末呢？你有东西要忙啊？不然我再跟我朋友讨论一下，换一个时间啦。OK。不用了。到底周末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气我？没有。既然到底是周末。我们分手吧。分手？干嘛分手？到底周末是不是发生什么事？我知道，是不是因为那个阿肯？大勇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跟他就是普通同学、普通朋友。在周末你还要分手？我觉得我们不适合。什么不适合？哎，我们都在一起一年多了，要是不适合，早就不适合了。大勇，你分手一年多了，为什么你还怀疑我？哎，下次你每天跟他 message， 你觉得？大勇。你为什么那么无理取闹？因为你，我已经很少跟阿肯接触了。因为你，我想把我的精神、时间全部专注在课业上。可是我选择跟你在一起，你到底还要什么啊？哎，你都这样讲了，这样说不定你还要分手。大勇，勉强没有幸福的。所以，你一早就想要跟我分手了是吗？要分就分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甩你，不是你甩我。你要怎么想随便你。啊！那一年，因为我的冲动，就这样结束了我的爱情。有些话说出口了，就再也说不回了。
本那时候很 steady 咯，现在很 moody 咧。哎呀，不要想这样多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呀吗？哎呀，你讲的很简单啦、啊，又不是你失恋。对呀、啊，我都没有谈过恋爱。怎么那天告白会失败呢？哎，喂，你要不要做功课？等下 Amy 老师进来，你又要给骂哦。不多吗？还好了。你做完了吗？啊，你觉得呢？借我抄下。你没这贱呢。笔也顺便借一下。你没有笔吗？每次借借借，借拿。阿凯，为什么你有卡卡的笔？哦，你每次没有带笔啊？会不会是你跟卡卡借了过后放在我这边？哦，是哈。哎，不对嘞，就算我没有带笔，我也只跟你借笔。况且我又没有跟阿借过笔。是我借他啦。你借他的？你什么时候借他的？我们大家都一般。你借他，我什么我也不懂。到底周末哦。我什么？讲清楚一点。哎呀，是上次我刚一起温习功课的时候，他可能不小心拿我笔了。你有必要这样大惊小怪吗？一起温习功课？你们什么一起温习的？阿凯，我真会不懂。是我家要跟你讲的，跟你讲的话，到时候你会不停的烦着我，要跟我一起温习。阿凯，样子不对嘞，我们是 brother， 他又是我喜欢的女孩子，我怎样你要是跟我讲啊？我什么我？你干嘛一直口吃？够了啦，不要再怪好，事情都过那么久，你这么还在计较？为什么我不计较？现在被骂的是我，还有你又跟他温习，不要跟我温习。跟你温习有什么用？你每天只会抄人家功课，自己都不会做。阿凯不一样，我功课上的时候不会的时候，他都会教我。你嘞，每天吊儿郎当的。每次功课不会做，他都会教你。阿凯，你们到底温习几次？好几次。你干嘛讲话这么紧张？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哎，罗拉很奇怪耶，你可以不要叫我李群娜嘛。对啦，一支笔而已，为什么要吵到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？哎，该为一个女孩子伤和气耶！一支笔吧，让小气好不好？我无理取闹，我大惊小怪，我伤和气，我小气。哎，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跟我最喜欢的男生一起温习功课，要不是我今天发现到，搞不好到我毕业我哪也不知道啊！再加上每次温习，搞不好日久生情，到时候你要我们怎么办？你要看我最好的朋友跟我最喜欢的女人在一起啊？我跟你讲什么？就算我跟她一起温习功课，我也不会喜欢上她的，好不好？都讲日久生情了，万一产生感情怎么办？我没有对她产生感情。确定你一点都没有喜欢她？我不喜欢她，我也不可能喜欢她。卡卡，你们这些男生真的？这把会走掉？你刚才有什么？有机会讲话的吗？如恩，够了，这么僵。要是你有本事的话，你早就推掉他了，你就不拿我当借口，说我喜欢他，搞得好像我害你追不到他这样。说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是要你用功，不是用拳。妈，你都不懂情况，又不是我先动手。就算不是你先动手，他打你，你可以告诉老师啊。干嘛要打架？你可以顾好你在学校的纪律，不要惹是生非吗？你知道你今天这样子会影响到以后出国读书的机会。你的事情不是找老师就能够解决了。就算我跟你讲，我不要出国读书，有用吗？就你还不是一逼我要出国读书？难道打架就能解决问题吗？再说我送你出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你的前途着想。为我着想？我看你是为了自己着想啊！你现在是跟我大声什么？这是你跟我讲话态度吗？你，我17岁了，难道我就不能选择我要的方向？我的朋友，他们都能够读他们自己想读的，我呢？我只能够选择你帮我选择的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我希望你能够让我选择我想选择的。念医科不是不好，是不想以后像你一样。忙到很少回家，很少陪家人。虽然酒店管理的工钱不比医生高，但至少我还有时间陪我身边的人，这才是我想要的。我对医学没有兴趣，
我不想为了赚钱而去选择医学。你，我希望你能够放手让我去追求我的梦想，给我一次机会证明自己。自从阿凯和热伦吵架过后，他们俩就再也没有说话了。那一年我们要考 HBM 了，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成绩而努力，因为历史和国语没有 pass 的话，我们就不能拿到中学文凭。那一年我们经历了一个月的 HBM 考试时期，过程的确很煎熬，但我们都还是熬过了。熬过了后，这就代表我们都毕业了。你还在生气柔伦汉？其实我很早就没有生气他了，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不要跟我讲话这样。可能他还放不下面子吧。或许吧。这封信是他叫我给你的。阿凯，我们多久没说话了？坦白说，我真的很讨厌你，但我也很感谢你。当时你瞒着我跟卡卡一起温习，我是真的很生气。但是现在想起来，我还挺幼稚的。就算当时卡卡愿意跟我温习，我想我应该不知道要怎么教他。不过还好有你，在课业上帮了他那么多。毕业后，卡卡有来找过我。你今天会约我出来，应该是为了阿凯吧？嗯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吵架了。其实我很早就没气他了，总能够关心他。你喜欢他、哦？其实，自从阿凯说他不喜欢你。你跑掉，我就知道你对他是有感觉的。喜欢一个人，就勇敢告诉他。老实说，我喜欢他，只是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。老实说，我挺嫉妒他的。我追了你那么久，却还是输给了你和他相处的那一瞬间。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的。你也喜欢他的对吧？就放手的去追他吧。虽然我追他追了那么久都没成功，但至少我勇敢面对了自己的感情。但你要记得，不是我输给了你，而是我把他让给了你。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，有时候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最后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原谅你了。同时你不用试图的想要找我，我会离开一阵子，不过我会回来的。保重 brother， 祝你幸福。毕业后才发现世界变得不同，最熟悉的人事物全都消失无踪，唯一不变的只有那谈论梦想的感动，其实一直隐藏在。毕业后就算这世界变得不同，也想找回那时候被遗忘的所有，最后才发现从前那
有一点伸手的梦，其实一直紧握在手掌。嘿，嗨，那你过后有什么打算？应该是继续升学吧。哦，那你要加油哦。你呢？我的父母终于肯让我选择我想要的。那很好啊。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？有。你呢？有。那很好啊。难道你不想知道是谁吗？你喜欢谁，我应该没有资格管吧。我喜欢你，很喜欢你，真的很喜欢你。其实我也喜欢你。可是我们不能在一起，希望能够选择自己想要的。但我终究会出国，我不想我们才刚要在一起就经历远距离。我又没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啊，我有事我想先走了。卡卡，我觉得我拥有了却不能经营好，那我宁愿不曾拥有。像流星闪烁美丽瞬间消失殆尽，这不公平，凭什么我在意，好不容易还以为有了结局，像童话故事里快乐结局，只像个傻子骗自己再沉沦下去。这不公平，凭什么我在意，像童话故事里快乐结局，只像个傻子骗自己再沉沦下去。有多希望开头就没有你，有时候不是彼此喜欢就能在一起，有时候不是你喜欢他他就会喜欢你，有时候两人在一起了不代表彼此不会有分离，有时候不是我们选择了人生，而是人生选择了我们。
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我们的人生。有时候我们不能选择我们想要的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尝试去争取。有时候再好的友情也会有争吵的一天。毕业后上进到了基隆坡升学，选择了他喜欢的科系 IT Engineering。 Dennis 呢，就暂时和妈妈一起打工，卡卡和杨红林继续读 Form 6。 至于阿凯，他还是出国念书了，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终于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系。而我呢，毕业后也去当兵上个月了。还有一个人 Roland， 听说他好像到了新加坡念书。虽然我们中学每天都聚在一起，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还是得要暂时分散。所谓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但我们总有一天还会再相聚。而这就是我的中学那一年。我的中学那一年有笑，有泪，有爱。那你呢？那些曾有过的狂欢，那些曾青涩的伤感，都会好好保管，不被风干。一起向青春宣战，一起学会勇敢，就跌跌撞撞到青春彼岸。操场教室发展，当时以为模仿所谓的大人样，一切问题就会答样。那些曾用过，哇，一本不止三个歌啊。哎，没有错了嘛，每一年不止都用不完。哇、哦、你这么厉害，不忘词吗？就是啊，要为了女孩子上个气哎。一直比吧，让小气的嘛。一直比而已，为什么要吵架？为什么要大惊小怪？哎，要不然你生生气哎。老魏，一直比吧，让小气的嘛。为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？哎，不要因为女孩子生生气哎。我你下来。阿姐啊。不要因为女孩子生生气哎。对。一直比吧。哎，不要因为一个女孩子生生气哎。老魏，一直比吧，我在小气。哎，不要跟这女孩子生气哎！一直比吧，我在小气。跟这女孩子生气哎！一直比吧，我在小气。对呀、啊，一直比而已，为什么要吵架？为什么要当兵的？哇！要不是我今天发现到，然后到我毕业我还不知道啊！再加上。你一早就想要分手了是吗？要分就分啦！我跟你讲，这是我甩你，没有，这个情况不一样。你是一个，来，这个情况不一样，他是禽兽。这个情况不一样，你是至少也是为社会出一份力吧。你心跳一加快，棒棒。加快，抱抱。啊！我考完了。啊！我要讲什么了？有一点忙哦。
讲完了，我爱你。哎，师傅真的很难呢。OK， 到我讲话。OK， 终于考完了，再来一次。Yes， 终于开 Z。自从认识你，我好像讲错了，可以再给我看台词吗？你这是前不着，哇！像我跟你讲，我不要钱，我打架，这不是我眼馋。觉得就算拥有了 ，sorry， 觉得，我觉得我拥有了，却不能经营好。一夜后，就算这世界变得疯，也想去追那时候高谈阔论的梦，四处奔走却找不回心里最初的悸动，模糊的那一天空。毕业后，就算这世界变得不同，也想找回那时候被遗忘的所有，最后才发现从前那有一点失守的梦，其实一直紧握在手掌。